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哥。今天呢，在这个综合的这个连胜街70号的现场呢，是韩国瑜跟这个立法委员候选人邱凤瑶联合造势的晚上。那今天晚上的人呢非常的多，那待会韩国瑜呢也会亲自的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谈话，还有包含这个副总统这个张善政对也会亲自到现场，那也在这边呢跟大家一起来为韩国瑜加油。那今天除了这个张善政会来以外，这个谢龙介等人呢都会到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。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现场，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我背后的邱凤瑶立法委员候选人是中和选区的，其实中和也是韩国瑜的故乡那今天呢我想在这边直播呢跟大家分享，并大家请大家按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韩国瑜的声音都能够散发出去到全球全台湾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！我们今天也同时是我们全国金门同乡会
的成立大会，我们邀请韩国瑜韩总统对我们的总会长李台山李总会长，好，谢谢。Thank you.
今天为台南拼下咱着无的，从台南赶来我们谢龙介龙介兄，帮我们丰饶小两小包。中华民国108年来，有足多总统，独独有出一个，从来唔捌讲过中华民国，讲我国那个国家，到家无法度，今年要选举啊，勉强即四字出来，中华民国佫加一个啥？这个总统3年半以来，拢总甲咱欺骗，有骗无骗我唔知哦。做了好无？啥物人讲的？我想叫你来，伊的行政院长出来挑战伊选总统，表示伊知影这个总统做了无好，对不对？哪来啦？开始出一个庶民总统。我们救中华民国，咱大家拢在听的时阵，哎呦，夭寿哦，会饮酒呢？你会饮酒未？哎呦，夭寿哦，伊会晓拍麻将呢？你会晓拍麻将？你拢自我意识少，所以奇怪，啊，开愈感觉好，人愈侪呢。我袂过啊，我今仔。来到这最感动是啥？一日一日出来的场啊，你甲看，少年人愈来愈多，龙珠回头啊啦！我甲恁讲几啊遍，唔好甲恁囝骂，恁囝来传来，妈啊，这届吼唔好转互韩国瑜，啊你著甲念，你看伊著走去啊！你即摆爱甲我传互你的，你赖给他，伊著爱用票，有啊甲安尼。啊！一四五零都不是讲安尼嘞，安尼伊就会回头，对不对？就变讲讲对伊安那。你阿爸过来哦。哎呦，伊会讲骗嘞，妈！哎呦，韩国伊拢在讲骗嘞，安尼也骗，安尼也骗，未来咱国家会又骗你嘞。哎，一个人啊，一个变身啊。已经甲咱骗3点半了，即摆出一个人出来，伊敢甲你讲，伊会甲你骗，会骗袂骗也唔知，但是你已经骗我3点半啦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准早伊会骗啦，恁祖妈嘛甘愿互伊骗啦，对不对？会骗袂？我唔知咩。所以这叫啥啦？白白破案啦！因这国个就专门咧扭曲我，我抹汗抹汗，大汗拢甲你抹。抹到即摆，我讲阮亲弟兄啦，无采工哦。5月咧初选，你讲安那？啊，蔡总统，你不要再用网军对付我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嘛！有主题咧，阮台人个栽培咧，啊，到个总的市长嘛优秀咧。蔡总统，你不要再用国家的机器对付我了，对不对？用卡打乌上路，偌清正的民调会赢蔡英文咧，会赢咧，啊，到位咧，输谁啊输诶？空调嘛。啊！谁啊？即摆要搁赔？无法度嘛，人甲你三年哥嘛。哎呀，你去做好，我教你。今仔开始去菜市啊！阿来讲，硬捌的规矩袂低，硬穿新娘袂爱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今做是前头以后，这叫做国政配。成一班，困到天光，半暝来做梦，因为庶民站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
中华民国，只有一个人而已，什么人？韩国瑜。那这个声叫他讲话算好吗？什么人？韩国瑜。都抓麦克的在叫，抓麦克的别出声，听看呢，你在地人，你的主地呢？万里的主地，我台南都会当栽培啊！你家己若无种一丛，你就爱去看别人啦。敢若一个人会当救中华民国，什么人？韩国瑜。那这个声嗽吼，叫伊请伊讲话，安尼就臭着破味啊！哎。哦，谢龙介恭敬了，本来是大家很正式的这个造势大会变成喜剧片，谢谢。今天我们最重要，我们中和的子弟，我们立法委员邱风尧贤抗力，打怕不紧了吧？上一次我站在邱风尧旁边，跟他太太旁边。是他结婚那一天，所以我差一点想讲祝两位有遇爱河，结果今天是我们邱风尧参选立法委员的总部成立，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我右手边我们最优秀的，我们高科技的科技界转政界，有在大学教书，跨足产官学，前行政院张善政院长。林国春，林立法委参选人，他本身也是我们金门同乡。再来，我们最棒的、最帅气的金瑞龙金议员，刘威龙刘议员，还有我们林建宏林主席，包括从桃园赶过来，我们新北中和帮我们丰瑶到站下到帮忙的，我们村长张家村张议员。表会前主席林建宏林主席，还有各位里长，还有我们司仪王宏威王议员，还有前台北县长虎虎生风的虎哥，我们周锡伟，还有我们前中和市市长童永雄童市长，还有我们今天参加我们丰瑶造势的，让我们非常感动的，我们强强棍，我们文山伯，我们徐彦祖哥，还有我们阿红，今天五虎将都到，我们龙健也赶过来了，信仁哥，还有我们信仁哥也来了，还有今天最重要，我们丰瑶长期。对丰瑶一辈子从小拉巴长大，一辈子照顾生丰瑶育丰瑶，然后把丰瑶培养成一个社会这么优秀的民意代表，我们前中和市市长邱垂义贤抗力。各位亲爱的我们中和乡亲，各位亲爱的我们中和市父老兄弟姐妹，各位最疼爱我们邱丰瑶、最疼爱韩国瑜的所有的中和，我们兄弟姐妹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要说近乡情怯，我是中和子弟，今天回到中和，
我们跟邱凤瑶一起成立竞选总部的联合大会，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中和这么多乡亲都一起来参加，从这里一直到前面红绿灯还要过去，右边整个那边的人全部是满满满，左边也都是满满满，然后远从台南、桃园、台北所有赶过来的，还有高雄赶过来这么多疼爱邱凤瑶、疼爱国瑜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，非常非常感谢。我这一趟倾听之旅，从屏东小琉球一路往北，已经快一个月。今天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两只腿、两只脚站在中和的土地，心里面特别特别多的感慨。尤其是凤瑶，在凤瑶很小很小读小学的时候我就认识凤瑶，从小就是一个诚恳、善良，而且非常热心帮助朋友的好的年轻人。看着凤瑶一步一步进到新北市议会，所有的选民服务案件，我们凤瑶夫妻可以说有求必应，只要任何选民服务一定接案之后认真处理，而且追踪到底，实在是让我们中和乡亲觉得我们凤瑶是一个很棒的议员。当然金瑞龙也很不错，好吧，我不能不讲你，还有罗威龙也不错，也都非常棒。但是我看着我们凤瑶一步一步成长，现在今天凤瑶要进到立法院，各位中和的乡亲，特别要拜托大家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如果凤瑶能够代表中和乡亲进到立法院，他肩膀上的责任只会更重要、更重大。所有中央政府的预算推出来，一年一度要审查预算，就像一个生日蛋糕，大家看到预算、看到生日蛋糕，大家在家里就要唱祝你生日快乐。今天审查预算，行政院预算一推出来，凤瑶代表中和、代表新北市，他有一个重要的责任，他一定要把中央的资源想办法争取到新北，想办法争取回到中和，因为大家对他有很高的期待。这个就是一个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。另外，我们都说江湖上有三把刀：槟榔刀、烟猪刀、剃头刀。一个杀猪的抬地耶，一个切槟榔的，一个煎草蜢的。那个剃头的很久没有赚到我的钱了，叫拍手。但是一个立法委员跟个议员也是三把刀。我们审查预算，我们叫做看紧荷包，这个叫预算刀。我们看行政院施政有没有依照法律违法，这个叫依法行政，叫监督的刀。我们看到中和有什么需要，在立法院把声音讲出去，质询行政院，这个叫质询的刀。我们看到叫为民喉舌，所以凤瑶将来拿到这三把刀，在行政院质询、预算、法案，可以说责任非常的重大。各位中和乡亲，我这一趟倾听之旅，我的内心感慨万千。我从屏东一路推到了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云林、南投、苗栗、新竹、基隆、澎湖，今天回到新北，我真的看到太多太多台湾的基层民众过得好辛苦好辛苦。我们时常讲莫忘世上苦人多，今天在座40岁以上的我们中和乡亲，40岁以上，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：你有多久没有听到咱台湾人讲银卡吧？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听到。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，20-30年前，我们台湾人的钱可以淹到小腿，再进一步
可以淹到那边斗宅，淹到肚脐眼。但是现在整个基层民众的辛苦已经引卡吧，好多民众过得好辛苦。我要问综合乡亲一个问题，现在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到底台湾有哪一个行业对未来充满了信心，充满了希望？我现在在台湾，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行业他跟我拍胸脯说，韩市长，我对这个行业跟未来我充满了信心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，都是充满了忧虑跟担心。我念一遍给大家听一听，军公教警察消防，年金改革，大家惶惶不安。现任的军公教警不敢退休，延退，对整个政府的退休没有信心。观光业、观光产业，这个产变成凄惨的产，惨得不得了，影响到了游览车、饭店、民宿、欧米亚给，还有所有的基层的庶民，以及最重要还有40000多名的导游。40000多名的导游现在被逼得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生意。我到高雄屏东遇到游览车工会理事长，他有128辆游览车，128辆，现在他剩下多少辆？一辆，只有一辆，127辆，不是卖掉就是拍卖。他这一辆他不能卖，如果卖掉，他游览车公司的牌照就没有了。我到了恒春，看到了民宿业者，3家民宿非常赚钱。上个月我去跟他座谈，他几乎红着眼泪大声喊出来，韩市长，拜托你把观光客带来我们恒春。没有。再来，农民渔民劳工非常辛苦，再来中小企业，再来服务业，再来庶民，再来中美贸易大战的大型企业，我们都在害怕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的现况。所以2020年这场选举，我特别要拜托我们综合乡亲，我最近时常去庙里面拜拜，我的感慨越来越多。我们到庙里面都是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我现在年纪大了，我终于懂了，原来我们的老祖先写这个8个字里面有学问，来得有美感。原来风调雨顺是靠老天爷，但是对不起，老天爷非常清楚，国泰民安要靠自己，国不泰民不安是我们自己的错误，风不调雨不顺是老天的责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过快乐的日子，安居乐业的日子，我们自己要全力以赴，努力的拼搏。所以各位综合乡亲，2020年1月11号的选举，我们分成2个部分。如果各位对过去3年半的执政，民进党蔡英文的执政，大家觉得非常的满意，日子过得非常的幸福，对下一代年轻人大家充满着信心，对台湾的未来民进党继续执政高度的认同，你们就继续投蔡英文。如果各位如果对3年半的执政非常不满意，而且觉得太过分，这些贪污腐败仇庸派系分赃太过分，而且觉得台湾的未来越来越担心害怕，觉得台湾年轻朋友越来越看不到未来，拜托综合乡亲，这一票总统立法委员投给国民党提名的邱凤瑶、韩国瑜，好不好？好，韩国瑜，斗争，韩国瑜，斗争，斗争，韩国瑜，斗争，斗争，韩国瑜。
谢。各位综合乡亲，回到家乡，看到自己的子弟、自己的晚辈丰饶，要披着战袍，要代表综合乡亲进军立法院。我再一次拜托大家，2020年的选举跟过去完全不一样，不是投完票就没有事情，是投完票出来选了总统，选了立法委员，总统府跟立法院会严重的而且强烈的影响2300万人，没有一位台湾人可以躲避这场领导，不管是从小孩到青少年到中年壮年老年，每一位2300万的民众都会被这场大选所深深的影响，这是太重要太重要。我们的处境越来越困难，台湾的现况越来越令人担心，我们的现况3年半民进党的执政，我们外交一步走不出去，我们的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，我们海峡两岸紧张对立，我们的内部经济萧条，我们的一例一休造成劳方资方政府三输，我们的社会茫然不知该怎么办。各位综合乡亲，每一位台湾人都会被2020年大选深深的影响，请各位综合乡亲一定要为自己投下一票，这一场选战为自己、为家人、为所有的台湾社会，也为了我们中华民国，请各位乡亲一定要全力支持邱凤瑶、韩国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一起。拜托最亲爱的综合父老兄弟姐妹，炮后请压低，拜托大家再一次的支持我们综合的子弟邱凤瑶、韩国瑜，祝大家平安喜悦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中和是韩国。
一起带回去，展现我们庶民，展现我们中和人的水准。啊，也请大家能够在离开的时候，把房、把椅子一起收起来。大家啊，把椅子收起来之后，拜托你去把椅子移到中间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谢谢我们所有的乡亲力挺韩国瑜，支持邱凤瑶。好，拜托大家把您原来坐的椅子，请你一起啊，顺手在我们的人行走道哈、啊，现在已经有地方已经在叠起来了，请大家把椅子啊，谢谢我们处理。那另外，在您身边的垃圾也请大家啊，展现我们最高的水准，我们也一起把你旁边的垃圾也一起能够带回去。那大家都知道，那么这个1450啊，还有民进党的名嘴，这里是中和的这个污蔑我们庶民，污蔑我们韩粉，所以也今天刚刚韩国瑜支持完毕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已经超过3万人。人非常的多，完全都是自动自发的，让人家非常的感动。甚至今天呢，还看到相当多推着轮椅来的老人家，来到现场支持韩国瑜。那我十二哥在这边不断的进行直播，把这个形象，把这些热情散播出去，给全国的人看得到。那也请大家，恳请大家朋友能够订阅，并且打开铃铛。我们也透过直播跟网络，让海内外所有关心我们中华民国命运的朋友，看到我们今天这场的聚会。那当然，我们现场今天可能对我们现场的邻居啊，我们在的邻居，如果呢对大家今天有造成困扰的话，请大家多多的包涵，谢谢大家。今天邱凤瑶、韩国瑜再一次的感谢大家的一起的光临，一起在创造历史。不要忘记，明年1月11号、1月11号，请大家一定要踊跃投票，用我们的行动，用我们的行动保护我们的家乡，用我们的行动爱护我们的下一代，用我们的行动能够捍卫中华民国。拜托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，拜托大家也一起能够帮邱凤瑶还有帮韩国瑜努力的拉票。我是王宏威，祝福我们所有现场的各位好朋友，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，谢谢宏威议员，也谢谢所有我们优质的韩粉，我们的综合的我们的乡亲，也谢谢我们的邻居啊，如果有打扰的地方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谢谢今天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我们的音响老师们，好，还有我们辛苦的我们的媒体，我们的帮忙维持交通的记者，还有辛苦的警察工作人员，还有我们的我们的摊商啊，提供给我们很多的美食。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邻居，大家的相挺跟包容，还有来到现场的各位，好，麻烦各位把椅子都叠起来，展现我们最优质的。